穿粉红连身装，大秀小蛮腰，女星杨秀慧露出微笑，右手紧勾着白云肩膀，左手和她十指紧扣，甜蜜写下我们在一起，恭喜我们吧。闪照一抛出，震惊演艺圈，不少艺能界好友都留言祝贺，大喊恭喜，红包准备好了。她与歌手许富凯还感动得要哭了，谢金晶喊着要当伴娘，全台湾都沸腾了。我爸爸不同意了，不是同意啊，是我们想一想，三四周六我们不同意。我们决定，我们还是当陌生人最好。吃着饭店buffet，16号一早火速开直播，澄清两人的关系，向粉丝和媒体道歉，这一切都是黄汤下肚惹的祸。喝一喝，他就在旁边就讲说，哎，拍一张照，我来还。我说，你不要冲动，卖开玩笑。他真的就没有开玩笑，就给我泼上去。阿斗出书啊。感情好，什么玩笑都能开。杨秀慧和白云是演艺圈著名好友，不止节目上互动爆笑，私底下也会相约出游。一听到两人在一起，不少人都当真了。你卖个卡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有几工的啦，到今麦个几工的啦，你来看，确诊者嘛卡啦。白云杨秀慧大方示爱，不止确诊待在家的唐崇盛也打来询问，白云 APP 群组黄金单身汉都出现，才出院康复不久的纳豆也浮出水面关心，直播观看人数还破1.7万人。我两个要找啊啦，我两个找啊啦。在疫情期间抛出震撼喜讯，虽然两人澄清都是开玩笑，但也让不少粉丝都说很适合，真的不考虑在一起吗？TVBS 新闻庄启源，庄启云台北采访报道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